可以，老大，我是刚来的屏东。你怎么进去啊？我来走来，你高阳个屏东走来啊？是啊。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小偷最可爱，那个小偷都不够厉害。有一个小偷，你们不知道还有印象吗？那就是他们家自己在开铁工厂，进了一批货，叫他儿子把那一批货全部开出去，便宜卖掉。真正是，你爸一定会气死，讲生到这个囝。我不要，我心里的卡，我卡巴不。